間大型征服，時間11:19。時間12:00，今年3月13日星期三。先講翻3月12日先，我記得舊年3月12日星期一放咗之後要留低揾 Miss， 因為佢而家講話可以放留低揾佢背書。如果背完書嘅話，第二日唔使留嘅。跟住我揾佢背書咧，基本上自己都係背得唔係好熟嘅。唔係話我好似之前咁樣背好耐都背唔熟，背嘅都係剎下那裏面啲知識，都係話降雨分布唔平均嘅，夏天個降雨，夏天冬天嘅降雨都比較少嘅。嗰個身體檢查，佢話1:30之前就要去到學校集合嘅。唉，其實集合自己去都得，不過佢嘅規定就係要喺學校嘅。這個診所你都知道，你係去過嘅，喺豐年路希爾站附近隔離就係嘅，你天橋嗰度都睇到啦。都係首先第一個工作就係登記先啦，登記完之後，然之後度高磅重，度高磅重完之後量血壓，量血壓之後去測試下呢個視力。呢、這個通過派咗啊！地理科呢7日嘅補課，首先就係今個禮拜六，3月16日、3月23日、3月30日，再加埋4月6日，呢4日嘅星期六補課時間都係由下午2點到5點，補咗3個鐘頭，而且第二期就係4月13日、4月27日同埋6月15日，呢3日都係補，亦都係星期六嚟。不過今次係上午10點到下午1點。我知道第一日應該係温呢個機會與風險嘅，都係板塊，然之後講話板塊有啲咩，或者板塊造成火山爆發、海嘯、地震啊嘛。然之後話對於唔同地區嚟講有咩影響，比較嗰個有效程度。然後政府有啲咩採取嘅措施？因為我對啲火熟悉嘅，基本上啲人嚟緊啦。好彩我塌咗架車啫，守住。Maybe tough as pie. What's it? Jeff, what's it?
做咩？點解要整呢位？我係水仔，我只啲。開始即係佢有見咗啲嘅，我見到個相片，呢又係同一個 VPN server。我今天就跑完十個圈之後，行多兩個大圈，亦都咁啱我見到我小同學，不過我都五年冇見啦。其實我同佢咧見翻嘅時候係望住對方嘅，雙方都係真係幾五年冇見喎，真係五年冇見啊！自從呢個小學呢個最後一日翻學嗰時，已經唔再見面啦。基本上又令到我想翻起我小學嗰陣時，成日俾呢啲嗰啲校工捉去粵語資料嘅。其實基本上小一至小六都係俾人捉嘅，唔知點解。到底點解咧？不過講起小學就比較痛苦啊！你成日都留堂，知啊？你手有冇得撳 C 啊？因為講了十幾次都係話呢個 server 都係 hardcore 係唔會俾你禁制。呢條人呢？如果爆炸，應該嗰個地方冇人嚟顯示。但係佢喺邊？喂天啊，你咪玩我啊，走去 C 棋都睇唔到佢，佢咪真係咁水滯啊？細心觀察佢喺邊，但我見到佢喺邊。爆炸！咦，冇曬水咯！先有水，又唔見咗水，應該又係佢撳熄咗佢。撳佢嗰個水刪翻佢，聽日又要補課，因為呢個地理個測驗唔係好理想。Miss 心中嘅合格係指你攞七成八成咁樣先叫合格。五十六分裏面，佢所謂嘅合格係指四十分。
但我攞35分，不過好彩就 Miss 佢就叫我背呢個火山作用嗰啲嘢啫，唔使背斷層接觸嗰啲嘢。如果背曬嘅好難，好似之前咁樣成篇嘢重寫題目，連同答案再寫多一次。咁所以我真係唔真係唔好預我，真係唔想寫。寫得好麻煩嘅。又爆炸嘅，咩撳水仔？呢個奇奇怪怪，咦，真係喎，佢真係喺個水仔嗰度喎。係咪啊？撲街射術房。仲唔喺嗰個房嗰度，成日見你撳水掣，好玩。我知道 BF， 我知道嘅嗰時 BF4 有個任務掣，要你開水掣嘅，好似解個墮落犬係咪？唔知係咪？咁但係我一次係夠，我都講咁多次啦。要見到人喎，好似。男朋友嚟嗰個，仲想匿嘢水仔嘅啫。如果有落，如果真係落車攞龍武衛，好好嘅。仲揾到你？咁大間企喺度唔知啊！走啦！即係著體育衫啊！我今日測驗嗰時差啲俾 Miss 以為我出貓，因為佢第一個嚟要我同佢隔開啲張台，而且因為。如果咁樣出唔到貓，我哋已經有另外一個出貓方法，就係托住個頭，然之後個視線遮住老師嗰個視線，然之後我就望佢份卷。咁當呢個遲咗幾分鐘啦 ，Miss 見到唔對路啊，所以佢即刻衝過嚟叫我哋隔開啲，但係淨係叫我隔開啲之後，先叫其他人隔開啲。心諗咁都俾你發現，都幾勁。但係講到尾，公開試嘅規矩係將個書包放喺出邊嘅咩？唔係放喺凳底嘅咩？都係電話先擺凳底，唔係咩？